现在我要解说的是编号17花篮。首先，我们做黄色三熊耳结，这样一组，一共做六个，一共做六条。接着我们做四，做六个，把它做连接，然后三。连接熊耳结，这样子我们的底座就完成了。接着我们做红色五三做间隔，然后熊耳结把它扭转到里面去，像这个。接着我们同样。做三熊耳结塞进去，六七八熊耳结塞了，然后多做熊耳结一个，做固定还装饰用。我们这个漂亮三色花篮完成。